二三，嘿！李希南，低头在原地转十圈。啊！太慢了啦！太慢了，可以快一点吗？好，十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！这是谁的？他脚那么短吗？啊！OK， 好，这个短头发，这个是红短发造型。这个时候还没当兵的时候，这个是准备要当兵的时候。好，等等等等，娘子在等你，快！请抽出以下红包交给伴娘，以示心意，快点。好，我问你啊，这个有哎，一三一四。新郎向岳父岳母撒娇。阿父，包旗杆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阿祖，恭喜你哦！啊，翠玲，我也恭喜你啊！啊，两个哦，以后发家刷也互相祝福你们。阿祖，你好辛苦，看啦，啊，你都小个，好，好，辛苦，拜托，谢谢。这个我记得你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们三个都会嫁出去，家里就只剩下你跟妈妈两个人。可是嫁出去以后，不管高兴难过，甚至是受了委屈了，不要怕，就回家吧。娘家永远是你们的避风港，是你们最强大的后盾。从小到大，你们都希望我们就是身体健康、平安、快乐的长大。现在我们要走进下一个阶段了，那我们也只是希望你们要平安、健康、快乐的，可以不用长大了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谢谢。也请你们放时间在你们身上停留久，不要太久，因为你们还要陪着我一起走过不同的人生阶段。我爱你们。爱你，我也爱你。